候在其实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，那我们要起来庆祝什么呢？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。我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双十国庆都是一个盼望着的日子，那长大之后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，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，我们大家又齐聚一堂，看到这面国旗哦，真的是会让我们热泪盈眶。那真欢喜，透早有早暗，欢喜到今拢唔敢困。为什么？因为今仔是咱中华民国吼，生日快乐！因为这次国庆路跑，而且国庆申请也是我第一次真的路，谢谢渔民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县长给我这个机会，希望大家能够跑得愉快，跑得健康，谢谢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，希望大家在中华民国的生日当天，让各位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。左边右边，好，再来一次。
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好朋友，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我们对于我们中华民国，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热爱，我相信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行动我们都看得出来。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来为中华民国来庆生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啊！这个我们看到了也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只是爱国家安全社会安定，我感觉得对不对？对啦吼，大家要莫忘初衷。啊，我伫遮嘛要拜托大家，好，阮会当善良连线，让云林更好，云林越好，好不好？好。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快乐！挥舞国旗，再来一次。谢谢，再跟我们女生聊到陈学义。
的队伍。对啊。欢迎秀琴上来摸彩，秀琴。哎，三零三一。好，有请我们活动搭子张。还有得一张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秒龙王代步朝圣酒店、三好酒店、阿里妈妈跟我们的。